大概把圣经讲完。我说大概把圣经讲完的意思是因为每一礼拜在经课表的安排，每一周都有四段经文，两段是对古约出来，两段是对新约出来，所以我只会对这四段经文里面选一段。我讲的方法不去四段都讲，我算不知道要怎么讲。所以三段过了，我也是有一些没讲到，所以就要一直下去，三年三年三年一直下去，才有可能把整本圣经都有讲到。今天这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。对于十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到上尾二十六节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耶稣上长的祈祷。耶稣的祈祷里面上长的祈祷是记载在这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规章整章是耶稣最长的祷告。在约翰福音的安排，这个祈祷刷耶稣就带他的学生去一个园，对别的福音书知道是客色马林园，但是约翰福音没写，去一个园之后耶稣就去用抓去了。所以 这段上长的祈祷也是可以算是耶稣和他的学生分开前的祈祷。这段祈祷这么长，其实可以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耶稣为他自己祈祷，他跟上帝的关系，耶稣在那儿乐。第二个部分，耶稣为他的学生来祈祷，特别是这十二个门徒，十二个学生，耶稣为他们来祈祷。今天的经文第六节到十一节，就是在这个部分，还不止，应该是到第十九节，这个部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，就是第二个部分，耶稣为着他的学生来祈祷。为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结束，耶稣是为所有的基督徒来祈祷。那什么叫做所有的基督徒？意思是说，记载在二十节，我不但为着这些人来求，也要为着他们的话来信我的人来求。意思是说，这些人是因为耶稣的学生去宣传耶稣的福音相信的人，所以我把它说，我把它当作是所有的基督徒来祈祷，包括咱两千年以后的咱。好，咱莫看经文，一个问题要问各位兄弟。那耶稣上长的祈祷，就莫讲了，耶稣上尾一个祈祷，上落尾一个祈祷，在他的学生面头前，祈祷刷落去抓去啊。耶稣嘛知影时间到啊，所以上尾在他的学生面头前，上帝为因来祈祷，各位兄弟。你会祈祷什么话？你想想，即马你唔是耶稣人吼，即马你要甲一群人分开啊。最后的祈祷，要为这群基督徒祈祷，你要祈祷啥？说哦，上帝啊，我求你要安那，求你带领他们安怎？各位兄弟，我在问问题啦。你不要客气，你回答我。你认为说，今麦上尾啊，我今麦要离开恁啊，我要伫上帝，伫恁咱做个祈祷，我要上帝来求祷，我上帝为恁求祷，要望恁安怎？会讲什么物件？好，身体健康，来咧，求上帝保守恁，来咧。耶稣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离开了，要钉十字架了，以后福音就靠你们了。求上帝什么？哈，去传福音哦，给你们能力啊，那去传福音对不？还有啥啦？各位兄弟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
吼，即马上尾啊，要分开啊，要离开啊，耶稣要向你、向上帝来为恁祈祷，恁家的是耶稣伫世间所培养出来的基督精兵呢，即马要靠恁啊，来求什么？身体健康。哎，都讲啥？上帝保守恁吼安全，那身体健康吼，啊团好音，啊个啥？哈？三听啊，好，啊个来嘞。啊，你们都对自己没有什么期望哦。耶稣要走啊呢？耶稣要定死啊呢？即马看无耶稣，敢那看恁啊呢？你因为耶稣会向上帝求讨什么代志给恁？唔忙耶稣带恁去创啥？上帝带恁要创啥？哎呦，你个露馅呐！咱一般吼，可能去想啥物货？哦，团好应不重要不？所以一定要求讨上帝赐予咱气力，会当去安怎团好应？哦，勇敢、大声、好好啊，团好应对不？歹势，这个上长的祈祷，连一句都没有讲到传福音。哦，身体健康有重要不？歹势，嘛无讲到吼。段上耶稣上长的祈祷，上尾要分开的祈祷，耶稣敢那五忙一项，啊，无一只，福音真做一个，亲像咱，迄、那个咱就是亲像上帝甲耶稣是一个一样。我们的和本翻成合而。唯一，就是咱讲的合一。好，从第一节到二十六节，讲五概，讲五次，合而唯一，让因真做一个。哎，敢那二十六节讲五概有重要不？讲五概有重要不？有呢。咱从头开始来看，哈多讲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无伫咱今日的经文内面，耶稣是为着家己来祈祷，哈。不过伊要讲的主要是讲，伊感谢俄罗上帝，甲伊是合意的，是一个，哈。伊要得到阳光，伊讲我伫地世就已经，所你所吩咐我，我已经达成啊，我伫地上来俄罗你。好，我嘛要耶稣讲，我嘛唔忙，会当甲你三甲三甲有阳光。好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二为着这学生来祈祷是，但是咱今日的经文，伊讲，你所想属我出伫世间的人，我已经用你的名对因显明。耶稣讲，我已经向这些学生显明你的名。这是这款的讲法是咱无法度了解。什么叫做显明某某人的名？好、哦，说我单书和甲你显明我的名，什么意思？我显明我的名，让恁知影，叫做单书和。啊来嘞，这样讲是什么意思？好、哦，我显明我的名，让恁知道。好了，哦，知，你叫做啥？单书和啊，你们也会点点点，会想啊来嘞，不是？当耶稣会的时代，我伊讲，门徒学生来显明上帝的名，意思不是干那，让因知影上帝的名，是知影上帝的属性，知影上帝的性格，知影上帝做啥物代志。知影上帝甲人的关系，所以我要甲你，我要甲恁介绍我家己，我叫做单书和啊来嘞。你想要听啥？什唔是要听我讲得啦？我是讲，我第一届来吼，我甲恁介绍讲，我叫做单书和。你们一定后面还想听什么嘛？
哈，我的新婚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啥？经历呀、啊，吼、哦，学经历呀、啊，好啊，我是做什么的啊？啊，我有没有结过婚啊？是不是啦？好，就是讲耶稣基督，嗯，伊学生所介绍的上帝，伊讲我拢讲清楚啊，啊，你是啥物款的上帝，我拢完全讲清楚啊，而且，伊讲，因也已经修理的道理，哎，他们也遵守。耶稣的学生也遵守上帝的道理，因为耶稣所教示的上帝就是这款的上帝，伊要安尼，让因知影，你爱跟对，爱尊坛这款的上帝，所教伊的代志。不止，伊讲我的学生，因这的人，拢知影我教的这的道是对你来的。各位兄弟。你注意哦，我现在用比较简单的讲法去解说咱圣经下的为第六十开始，因为咱真正会看无伊咧讲啥，好像在那个绕口令，哈、哦。伊讲耶稣的基督内面讲，遮的学生十二门徒、十二使徒，因知影遮的道，好多因所遵守的道是对上帝来啊，上帝来的，啊，因嘛知影啥物代志？在我本身，耶稣本身是对啥对对来，对上帝来。因嘛阁知影啥物代志？我耶稣是上帝啊呐，差遣的。耶稣是咧讲啥啦？啊哦，耶稣的道是上帝来的，耶稣伊家己是上帝来啊，上帝来就好啊。阁特别来讲是上帝啊呐，特别甲差遣的。不是无拄好行来，路人路过的，上帝特别差遣伊来的，吼、哦。所以了，伊讲我要为遮的学生来祈祷。伊讲我不爱为别人祈祷，我要为遮的学生祈祷，因为，因为遮学生啥是上帝的。哎，绕到这里有没有乱掉？还没有乱掉哦。啊，好，没有乱掉，耶稣都继续讲啊。好、哦，这的学生是你的，其实这学生是基督的嘛，对不？这学生是耶稣的。啊，不过一开始就讲，我的这学生是主早立的已经赏赐给我的。好、哦，所以这学生嘛是上帝。啊，耶稣继续搁讲，凡那耶稣的，就是上帝的。我的学生就是你的学生啦，啊 ，vice versa， 意思就是讲，啊，那你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啦，反之亦然啦，啊，啊，上尾一句耶稣讲啥？而且我要对着我的学生得到荣耀，哇，整篇是咧讲啥？记得哦，一开始。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耶稣在向上帝祈祷，为着伊家己祈祷的，就是在讲荣耀，就是在讲伊伫世上已经荣光上帝啊。伊向上帝求一件代志，伊要甲上帝三角得到荣光。煞伫遮煞变作耶稣得到荣光，是因为啥物货？因为伊的学生。耶稣在讲啥？好，我再用更简单的讲法。来讲下多迄段经文，其实耶稣要讲的是上帝甲耶稣是做密切的结连的，这是耶稣要讲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耶稣甲伊学生是做密切的结连。我讲密切，你有听懂吗？是讲密切吗？密切。结连，我看你们的脸就好像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呵，第一点，上帝跟耶稣紧密的结合；第二点，耶稣跟他的门徒紧密的结合。啊来嘞，耶稣应跟上帝，在世上已经应跟上帝啊。耶稣要求伊要甲上帝三角
得到阳光。啊，罗尾煞讲，耶稣是因为伊学生，是对伊学生来得到阳光。啊，你刚刚几句话就把前面从第一节已经解释了，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吗？听落，咱唔知你听啥吼，无要紧，阁继续。耶稣一直咧强调讲，伊甲上帝是紧密连结，伫强调讲伊甲学生是紧密连结。伊要对上帝得到阳光，唔过事实上，伊是对伊学生得到阳光。到底耶稣是要讲啥？重点伫后壁。伊讲我对答了后，无搁伫这个世间啦。存什么人？存啥？干那学生伫这个世上。所以，那耶稣无伫这个世间，无人搁会当看到耶稣对无？那看未到耶稣，就看未到耶稣甲上帝是这密切的结连，对无？看不到了嘛？耶稣无伫这个世间，无人看得到耶稣，所以上帝跟耶稣的紧密连结以后看不到了。啊，因为啊，怎么少一页？因为耶稣无伫这个世间，世间人阁看未到耶稣啊。安尼话。也看不到耶稣和门徒的紧密连结，我有说清楚吗？这个我少一页了，就是说因为耶稣不在了，世人看不见耶稣了，所以看不到耶稣和上帝的结连，对吧？同样，因为看不到耶稣，看不到耶稣跟上帝的结连，也看不到耶稣跟他的学生的结连，都看不到了。啊，世间人只能看到什么？门徒，现在只剩下看门徒了啦。本来有耶稣可以看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，啊，这个耶稣是对上帝来的，这个耶稣跟上帝是这密切的结连。啊，这个耶稣在地上甲伊学生嘛，做密切的结连，因为以耶稣为中心的时阵，拢看会到耶稣甲上帝的关系，耶稣甲学生的关系，拢做水，拢做好。啊，不过耶稣要讲是，针对打了后，我无搁伫要，无法度搁伫世上啊。所以世间人看无耶稣，看无耶稣，就看无耶稣甲上帝的关系，嘛看无耶稣甲学生的关系。我们再有讲清楚无？所以即马世间人干那会当看到学生，所以耶稣向上帝求一项事，伊求讲拜托的，你爱予我遮的学生会当三甲结连，成做一个。亲像你甲我，亲像上帝甲耶稣是一个同款。这样我整个讲过来，不晓得有没有讲清楚。看下这，我都问过啊，这是耶稣最后一个祈祷，就是讲伊甲伊学生分开进前，最后一个祈祷，上长的祈祷，是圣经记载耶稣上长的祈祷。已经要离别了，已经要分开啊！耶稣为伊的学生的祈祷，唔是祈祷因得爱传福音，唔是祈祷因得爱身体健康，唔是祈祷因得爱受足水足好的保护出入平安，唔是祈祷因得爱大大有气力做事工，唔是祈祷因拢真侪长老执事，拢真侪牧师拢做好，拢做够做够服侍上帝，做够服侍人，唔是耶稣。讲五界，主啊，天父，予因真做一个，让他们合而为一。怎么样合而为一？亲像你甲我是一个一样。竟然耶稣上尾，伊上帝。
伊上注重的是这件代志。检查伊的学生这个功德，检查伊的学生这个好师，检查伊的学生这个大平安咯 ，whatever， 拢做好。啊，毋过耶稣基督上注重的是伊只学生在真做一个。真做一个嘛，够麻烦。门徒要合而为一。来，各位兄弟，你来替我分辨一下，合一、噶、统一，查理对，高顶到位回友，咱来统一呀、啊！你看我听你怪怪。咱爱统一呀、啊，啊，就讲咱爱合一，爱加做一个，统一嘛，加做一个对不？哦，哎、欸，咱合一跟统一什么差别？刚有怪怪，刚有无同款所在？他们在回答我，不理我，哈，到底哪里不一样啊？你说合一统一，我们基督徒要合一，那就啊，基督徒要统一，啊，那差你对。统一要有权威啊，谁的权威？哦，统一比较有权威。他都手丢了工了。合一就全家，哦，不是统一哦，是全家哦。我哪哈、哦，我哪有全家，我就不去买统一了哈、哦。啊，我有哪看到 OK， 我就不去买全家哈、哦。我看到莱富尔就不去买 OK 哈、哦。我哪看到干妈店，我就去干妈店哈、哦。哎，各位兄弟，咱来支持干妈店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这个明显讲到歪掉了哈。好、哦，来来回来回来，邓来合一跟统一是差几对啊？统一有政治性。这台湾这台湾人一点马上的欢迎，安尼介好哈、啊。我们不是要变成一模一样啊，统一就是一样嘛，一模一样。哦，咱今日来这礼拜拢十波爱穿啥？哦 ，O S A B 鲁。哦，对不？查某的咧，红的，唔是讲红的，重要是查某爱穿裙，来长裙，膝盖以下呐，三寸安尼，哇，这长呢，有没有统一啊？各位兄弟，有统一。哦，以后祷告一定要说，亲爱的天父。有没有同意？可不可以说耶稣？不可以，这叫统一。以后做礼拜要讲台语，这样我嘛真痛苦。哎，是不是统一啦？哎，各位兄弟，那合一是安那？啊？合一什么意思？合一。咱是合一，咱真做一个，咱有没有可能，咱的想法无同款，可不可以呀、啊？可以哦。啊，咱的立场无同款，可不可以呀、啊？可以哦。好，我是陈书豪，我主张台湾爱独立。哦，然后旁边那个说要统一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啊，会当真做一个呗？先去拍拍来，甲讲，我是说，迄那是合一，会当真做一个呗。哎呀，咱的立场无同款，咱的观点无同款，咱的看法、咱的主张、咱的做法无同款，会当真做一个呗。理论上是讲会啦，啊，怎么做？哦，真困难吼。怎么做才是合一？各位兄弟，我们不要统一，没有要求说你要放弃你的立场，哦、你得爱放弃、放弃、放弃、放弃你的立场、你的想法、哦、你的做法，你一直以来你的价值，
然后全部统一在一个上强上大的势力下面。不是不是，这不是圣经所讲的真罪一个。当耶稣在当保罗在讲耶稣是基督，是头，教会是身体的时阵，伊所比的牛是在讲啥？有人是啥物货？手，有人是脚，有人鼻呀，有人耳呀，伊有共款无？伊有共款无？无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手无法度教脚，要安怎行路？脚有家己的方法，鼻呀无法度教耳腔，要安怎听？耳腔有伊负责的部分，伊没有统一，伊无共款。不过，因真做啥货？一个，那要真做一个，各兄弟，咱得学习形象。形象迄个甲你无共款的，形象遐个做代志的方法，甲你无速配。当咱来学习形象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，迄个。真做一个迄个路来跑走，合一，咱汉字本翻作真做一个，毋是因为咱喜好的拒绝的聚集，所有的耳仔拢安那跑在一起，一堆耳朵，哦、所有的鼻子安那。聚在一起一堆鼻子，因为像嘛，因为喜欢嘛，因为看顺眼嘛，不是合一，不是因为咱的喜好的聚集，合一是因为哈段耶稣伫头前讲的，耶稣甲上帝密切的结连，耶稣甲学生密切的结连，所以学生甲学生的结连是出自伫基督内面。因为咱甲基督结连，所以咱密切结连。我最讨厌迄个李穆恩呢，吼、哦，滴迄个目镜在地上吼，无、哦、啦，其实伊做引导呀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我再举例，不要以为是真的，吼、哦，我真的讨厌，才不跟你讲是谁嘞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最讨厌迄个李穆恩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毋过是因为耶稣基督。我甲伊结连，各位兄弟，我们人的天性，我们的人性，我们当然跟谁在一起？喜欢的人，看顺眼的人，哪被加罪几雷？要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？当然是选那一些嘛，对不对？各位兄弟，唔过咱的加罪几雷，是因为伫基督内面加罪几雷，所以。很不幸的，你一定得会跟你不喜欢的，你看不顺眼的，你不喜欢的，安怎加做一个？各位兄弟，唔通袂记住，耶稣讲，伊是对什么人得到阳光的？哎，今天我们的经文最后一句，他是讲什么？从谁得到恩荣耀？对伊的学生得到恩光的，对不？第十节最后，第几节忘记了。伊是对伊的学生得到恩光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各位兄弟，我们这些很不堪的人，凭什么让耶稣从我们得到荣光？我们是不是很不堪？是不是很软弱？是不是不惜给上帝的名受到侮辱？那为什么耶稣反而说他是对咱，因为我们得到荣耀？各位兄弟，因为我们很努力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很努力的在基督里面跟一些我们认为是猪头的人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真多一个，买无？哇，无人要插我，再问一个，买无啦？干那信我对买尔。讲兄弟，伫基督内面，甲咱无共款，无介意，甚至是对敌讨厌的人，真多一个，买无？好啦，我爱甲恁勉强啦，无爱甲恁逼压逼啦。啊，毋过，互恁听到，互恁听到一个重要的一句话，因为耶稣要对安尼，要对咱来得到荣光，安尼有够。